你好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曾俊。今天我想用这个 Xbox 的手柄给大家演示一下如何的安装。之前的视频里面由于清晰度的原因没办法拍得太清楚，所以今天我决定重新给大家拍一个新的视频。现在呢，我来演示如何焊接。进行焊接，把东西垫一下。
好，接下来我焊接一下。这是二极管，需要连接这里到这里。